如果再发射飞船，我们已经有多艘飞船准备发射了，准备好了就早点走。 亚历山大号已经准备就绪，完成。啊，亚历山大号，我很庆幸借拉德没机会看到它变成如此。点亮你们的战阵，战士们。飞船准备起飞了，指挥官们，这次完成了任务交战了。 我方部队遭到攻击。 敌人已经在路上了，快拦截他们。 我方部队遭到攻击，一只末日巨兽已经准备破卵而出了。别紧张，这只是暂时的。那艘船上的人正在为你们欢呼。附属建筑搭建。 挡住感染，我们的部队与敌人交战了。进化完成。跟处者机器人回到设施的话，你们就无法攻击他们了。巢群遭到攻击，我们看看更多的感染会有何种效果。 进化完成了。亚历山大号发射准备完毕。进化完成，我们的开局不错，如果能一直保持这个势头。发现敌情，我方部队遭到攻击。 双倍能量，怎么样？与敌人交战。准备。
根除者已经回到了设施内，真希望他们进化完成。只是临时共用一下火箭，如何？火方部队，你们以为感染体很难对付，跟极翼传播体比起来，他们就……注意，指挥官们。 我方部队与敌人交战了。看这架势，敌人是要直接。那艘船上的人能活下来，全都是你们的功劳。 波体可不会一直待在地面上。我们的部队与敌人交战了，那艘飞船在他们面，敌军来袭。 撤离进行中，敌人好像要来找我。我们的部队与敌人交战。我跟你说，感染自有它厉害的地方。我方部队遭到攻击。 还不赖，你说。